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嗯，我想帮我男朋友看一下他的身体，1987年属兔子。不好啊，身上有不好的细胞啊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台长讲对不对啦？很对，很对。我给他给你面子啦，你要好好教他念经啦。我告诉你啊，很麻烦，他所有的细胞都是活的，在动。你叫他要吃全素啦。嗯，他现在已经许愿吃全素，吃了有多半年了。半年是吧？对。烧送了有800张左右。他现在几岁了？属兔，28。师傅，那个他的病是那个脑干上的角质瘤。对，已经影响到脑部神经了，所以他的眼睛经常会不停的自动眨，脸部会有时候会有点抽筋一样的。对，很对。师父是这样，就是，还要念1600张。好，谢谢师父。他前世修过心的。啊。没修好。师父就是在这里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嗯，当时他查3年半之前，他查出来有脑干上的角质瘤，医生当时说半年会瘫痪，2年就没命了，就会死亡。但是他现在已经3年半了，烧送了有800张左右小房子。现在越来越好，这次还跟着我一起来当义工，身体就是体质也越来越好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大家看见了吗？了凡四训可以改命，我们大家好好学佛，把命运全部改掉。好了，请师啊讲啊，感恩师父。好，好了。